和爸爸的暑假第一天高兴吗？从今天开始咱们天天都跟爸爸在一块儿，要过一个暑假好吗？爸爸在家陪你。很疼哎，我打你了啊。德国幼儿园呢也放暑假，但是他们暑假很短啊，每年只休14天，不过现在就是暑假的日子，我要带着这孩子。这是什么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妈马上要生了，所以去做产检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进城。买了一个爆珠的茶，结果我才发现这爆珠茶是中国的，是中文的，都是看到吗？但是台语发音，有个阿婆到杂货店去问，给爸爸喝一口行吗？咦，你那到底什么东西啊？玩具商店真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好地方，就如果你带着孩子的话，那你就去玩具商店，德国玩具商店可以随便玩，玩多长时间没人哄你，而且它各种玩具都可以在外边玩试玩，而且没什么人，因为现在是暑假，然后大家都去度假或者游泳了，玩具店里的人很少。一会儿那边还有游戏机，然后可以有效的耗掉它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想给恩可买个礼物，然后想给他买一个能陪着他长大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挑了一个破狗，因为恩可属狗，所以我们挑了一破狗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冰淇淋店里吃冰淇淋。我们偶遇了这傻娘们，这傻娘们终于完事儿了，然后跟我们会合了。恩可要出生啦，出生之前来吃冰淇淋。这个是巴蒂蒂 ，Ice 巴蒂。我的棒棒糖。这个是 Bina 米玛雅，但是就是有就是一个在德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卡通人物，他是个蜜蜂。巴蒂蒂 ，Ice 还是一直都特别好的，里头奶油、白巧克力还有冰激凌，这面是冰激凌做的。你的最后一顿冰激凌。好吃好吃，还是那么好吃。好，吃完了冰激凌，我有点饿了。你饿吗？一点点。吃饭去。能妈妈教给我摸一杯鸡毛。3个这么大的鲜虾，还有上好的生切牛肉。这就是从来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的。就像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睡觉，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上厕所一样。但我不是不吃菜。他也是吃草。是在你看不见我的时候偷偷的吃，偷偷的吃，然后告诉你们我不吃，
我就是这么坏。啊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这地方就是大排档，进来先领卡，领完卡以后，然后到门口就结账那块。妈妈，结账要吃糖。这吃完饭可以从这儿交完钱拿小熊糖，铁锹的最爱。啊，结束了，终于混过去了。第一天，距离暑假结束还有13天，距离没有孩子妈还有2天。唉，好了，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